今天带美女来租房了。上面有，我来帮你提吧，到处都有。上次我在这里准备，我本来就准备住在这里。这家的房子不错，你打一下这个电话，就这个梧桐公寓，对，梧桐公寓打一下，问他还有没有房，这里很方便，我当时都准备住在这里。还是露一下正面。为什么？你帮我下面看一下吧，这305我去那边看一下。好谢谢啊。我提箱子。哎呦，我刚刚就放下了，等一下吧。哇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一个人够了。这个也是500吗？哪一个阳光？下面有吗？哦，这个。还行吧，这倒也挺实在，这家伙。这个是两斤干走的叶子，两斤。这个也好难拿的嘛。这个是550的。为什么要贵50块钱？这个板件大一点。我要大一点。这个板件大一点。外面还有一个阳台吗？我看这里。对，这边还有阳台。这里有阳台，自己的阳台还可以啊。对，看一下阳台了。对，晾衣服这边拿的。这还有个阳台。啊？550。你坐坐在这里面，时间多长时间？多长时间？你们叫他是神的话，我就长期坐着。对，跑戏嘛。场地玩。因为现在它下雨，我也找了不少，我也不想跑，所以说。啊，好的。500差不多，而且5楼嘛，对吧？好的，我们500就不给你这个。那押金怎么？押金最少300。可以。好不好？大爷实在人，大爷实在人，对。可以。这大爷实在，对。干净的我反正决定我讲个别人家走了以后我全部应该叫人家搞不的。哎，是不是干不干净你知不知道？大爷，你是不是看着我拍视频，所以你就不敢乱说话？我跟你讲，找了可能有10几20家地方，现在终于定下来了。现在和大爷正在签合同，这大爷非常实在。你请了那个大概2万，我给你看那个5。来，美女，比个手势，这个手势啊，耶、yeah ！你老不老呀？比这个手势、啊。我们80后都是这样，80后。我们现在都这样。都这样吗？你问到刚才那个两不停的话，然后去年走的那刚走的那车，他是600。那个房子已经租下来了，我们去派出所办暂住证。暂住证办好以后，就可以去办群演证了。